我们要做一只胖胖兔，那胖胖兔需要的材料有袜子一只，然后剪刀、消失笔，还有针线，以及胖胖兔的眼珠，还有鼻子，鼻子就是用纽扣来表达。那现在我们要来剪胖胖兔的耳朵，首先我们要先把袜子翻面。的位置，先剪出耳朵的形状。好，剪好之后，我们可以用珠针先把它固定。那我们也可以稍微把耳朵的这个位置修剪一下。待会缝出来的耳朵就会比较有弧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缝耳朵。我们是用平针的方式来缝，就是一上一下的方式来缝完这个耳朵。我们就是顺着这个耳朵的形状去把它缝完就可以了。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翻面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塞棉花了。那我们先塞耳朵的部分。都塞好了，我们可以塞头部。好，塞好之后稍微整理一下，头部就完成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塞身体的部分。身体可以塞得比头部再胖一点点。好，塞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缩口缝起来，就完成了。它缝胖胖兔的表情，那我们可以先用消失笔来做记号。那我们可以先把鼻子的位置。先做记号，也可以做好鼻子的记号之后，我们再做眼睛的记号。接下来我们要缝鼻子的部分。缝好之后打结就完成了，我们要继续缝眼睛的部分。上眼睛就完成了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把帮胖胖兔打上蝴蝶结。好，整理一下。这样就完成喽。